乱世中置身于虚迷，笑而谈何容易，一心为众生逐名义，即是留谁的谜。日落暮息，匍匐天命，坦然消失在风里，豪杰如天命，妒忌常有心，生死无需在意。人海找不到你的身影，与相思永世相传，解不开乱世恩怨，救不出儿女情短。星辰停留在云的那端，迷失于战乱之晚，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叶远真，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真的，我真的喜欢你。好，那今天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啊，否则你就再也别想见到我。为什么？滚。好，真的，你看，这有朵花。小心。太神奇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会跳舞的花。雷亚，快点把它采下来，快点。大家保持安静。好研究。
真是不可思议，真的是太棒了，太有趣了，植物居然也拥有视觉和防御的意识。让我来试试。好的。小心点，别弄坏了。最近表现不错啊，文轩。谢谢父亲夸奖。继续努力啊。怎么了？阿瑶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你别哭，你说呀。你快说啊。叶父，你要帮帮我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穆星辰，穆星辰他怎么了？穆星辰，穆星辰那天喝醉了，把我。现在不要我了，我马上去找他。不要，我怕他会更讨厌我，更烦我。哎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？放心吧。我一定让他给你个交代。姨父，你帮帮我。别哭了。你就别说了，药厂是不能停工的。吴星辰。哎。上官市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件事要问你。什么事？天瑶说你欺负他了，啊，是不是？我没有，那是个误会。误会？他说那天你喝多了，侵犯了他。你有没有做过这事？没有，我那天就是喝多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等等，穆星辰，你说清楚，你跟楚天瑶有了关系？没有关系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不方便。林长，在家打招呼。上下班一下。云长，这些事都怪我，行了吧？哎呀，云长，你别生气了，我替你出气好不好？穆星辰，笨蛋，赶紧跟云长道歉。我知道。赶紧，快点。云长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说什么能让你原谅我。
问我找到解决办法没有。看来真是药厂的污水污染了地下水，导致神兽枯萎了。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关闭药厂，但是你父亲肯定不会同意。云长，拜托你了，这次你一定得帮我。叶会长，我想找您谈谈关闭药厂的事。穆星辰，你还有脸来找我？爹，我知道我刚才不该惹您生气，但是我求您了，您就把药厂关了吧。云儿，他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你怎么就鬼迷心窍，非要帮着他呢？我相信他自有我的道理，我之后再跟您解释。但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咱们家药厂的污水毒性太强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河水下游的树木还有那些动物都会死的。我资助汉斯教授研究这种新药，投了不少钱，现在投资还没收回，怎么能说关就关呢？再说这个厂乔正坤也有股份。关于钱的问题我一定能补偿您，至于乔正坤那边，大不了我跟我父亲求情，帮他求一颗圣果，只要神树没事，什么都好说。好，你要把工厂停了可以，但是你必须要解决掉你的风流债，我不可以让我女儿再受委屈。还有，在一切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之前，我不允许你们再在一起。您放心，我不是不负责任的人。大家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工厂就关停了。怎么好了？关了呀！我以为怎么活呀？哎呦，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哎，太突然了，这是。你们可以放心，你们的损失由我来补偿，我会把你们安排到其他公司去就职的。谢谢领导，是，那很好，太好了，吓我一跳，以为就失业了。你们真的要去迷雾森林搞科研 ？Yes， 我们德国卡尔医药公司是世界上前十位的大企业。为了造福全人类，我在全球的各种地方寻找药草的资源，迷雾森林就是我的下一个目标。省里派我来协助你们搞科研调查，保护你们的安全。云长，这次谢谢你。等神树好了以后，我就带着鲜花和宝石来向你求婚。算了吧，谁知道你说话会不会赖皮？肯定不会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有你的电话。哦，好，走。喂，文轩啊。喂，云长。那个乔振坤正带着汉斯去迷雾森林，他们的目标可能是神木族，他们的首领有省里面的批文，我阻止不了。
我能做到只有这些了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啊。什么？糟了，我知道了啊。林长，你来的正好，刚刚文轩说你爹带着德国专家团去迷雾森林考察去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你爹去那儿肯定是为了圣火啊，不可能。你不信是吗？你不信，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，你爹在一个地方藏了很多武器。走啊！上次的确见到了好多武器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去神木族，让有迷雾杀人的动物和植物，他们去了必死无疑。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我爹身体不好，根本不可能走那么远。孤注一掷呗。不行，咱们得兵分两路。真田，你回警察局看看你们的人员有没有被调动。云长跟我回医馆，我们准备好足够的草药，一定要给在他们之前。好，走吧，走。人呢？有人没？报告局长，齐飞探长接到乔厅长的命令，带着所有警察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不清楚，好像去了城外。行。娘。我爹他去哪儿了？带着德国专家走了。谢谢啊，林长，赶紧收拾一下，咱们马上出发。好 ，OK， 我很快的啊。没错，是的。好。阿瑶，星辰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哪儿也不去。你没骗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我有点困，我去睡一下。圣衣，圣衣，我准备。此行危机重重，我自己去了，你们留下，多保重。星辰，说不定是场恶战，我不想你冒险，回去吧。这有什么的？星辰，领导好。云长。他们俩走了，走了，这时候不是说好一起走的吗？你们要去哪儿啊？他们俩是不是私奔了？你除了儿女私情，能不能关心点别的？整天像个怨妇一样缠着穆星辰，怪不得留不住他。那他们到底去哪儿了？你知道他们去哪儿有什么用啊？我去找他们去。哎，你带上我一块去吧。
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你去有什么用啊？谢谢。我去能缠住穆星辰，这样你跟云超就有机会了。对啊。那走吧。嗯。谢谢啊。说好一起来的吗？星辰，你是不是回神木族？我跟你一起去。天瑶，我回迷雾森林是为了找德国专家团的人，太危险了。再说你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先回去吧。我都是你的人了，什么危不危险的？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没事吗？快快快，想不想吃饭啊？把桌子放在这里吧。好好。是你呀，我一直在找你。这是你的孩子。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我当爹了是吗？别高兴得太早，等这个孩子长大了就是你的死期。哎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都说母子连心，只要孩子有病，他就一定会现身。
到时候我再逼他交出解药。救我爹！爹，你为什么害我？我恨你！爹，救我！救我！星辰，这里到处都是虫子。看，搞得我身上都是包。不是有刚刚摘来的止痒的草药吗？你涂一下吧。星辰，你帮我涂吧。你自己涂吧。你帮我涂呗。果子去、啊。哎，云长，你小心点啊。嗯。我去看看。星辰，你别走，我一个人在这害怕。乔震天在哪儿呢？你怕什么呀？找时刻都需要你的楚小姐吧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照顾她是因为她对我有恩，我对她有没有那种感情？你怎么讲几次能听明白？你讲几次我都不会明白。你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的，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倒是不耐烦了哈。叶云长，我现在已经这样了，你就不能理解一下？理解？你要我怎么理解？理解你跟别的女人上床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那分手啊。好，分。星辰，让你脚踏两只船，我在。你给我闭嘴！他提的分手，你添什么乱？挺能装的你呀、啊，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
行了，说正事儿。跟族人说，乔振坤带外族人入侵，让他们做好防备。嗯，好吧。长短一样。